候，我是阿源啊。相信你哋睇今次呢个影片嘅下面嗰个标题啊，你哋都知道我要影咩啦，系咪先？啊，唔知道。我咁样讲，你都应该系知道我要影咩啦。佢哋知，我唔知道。OK， 系咁嘅。啊，今日呢个影片，我要挑战全部人讲广东话。切。Okay, 我谂住系乜嘢 ？OK， 系咁嘅。小明咧，佢周不时唔系周不时啊，佢喺屋企啦，同佢嘅屋企人系讲广东话嘅。但系我唔系，我系讲华语同埋福建话，所以我嘅广东话唔系好标准啊。香港嘅朋友，你哋唔好啊，你哋唔好见怪啊，真系唔好意思。总之今日呢个影片唔可以有半句华语同埋福建同埋客家。什么话都不得，英文啊、国文啊，冚唪唥都不得、只可以用广东话。而家我哋去紧个工作室啊，阿翁啊，阿旺，我自巴呀，我自巴先，因为我犯规咗。而家我哋去紧工作室，阿旺啊，阿迪神啊，同埋嗰个宾尼啊，佢哋喺个工作室入边。他哋唔知道我今日要影乜嘢，阵间我哋到咗，佢哋一讲华语，我哋即刻霸鸠佢哋，系咪啊？系先下手为强，六六六啊！霸咗先，先同佢哋，先同佢哋讲呢个游戏规则。哦 ，OK， 好啊 ，OK， 我哋工作室见。咁样你讲 OK 喎、哦，咁样我唔会打我。工作室见。而家我哋就到咗呢个工作室呢度啦，所以佢哋而家全部喺出边，我带你哋去睇下先。Hi， hello， 走。讲广东话，广东话。哎，你，你好。哪里是 啊？哪里是？系广东话嚟噶呢个。做咩？讲广东话。讲啊！我而家讲紧话。讲多啲，讲多啲。呢个人唔识讲广东话嘅，我最期待就系佢讲广东话嘅时刻。嚟，讲多啲。今日我哋翻工，翻工咗，我食咩嘢？我冲 K 就系冲过。唱歌就是唱 K， 唱 K 同埋唱 K。相信大家听到呢个画面都知道发生乜嘢事啦。你又影紧咩啊？人哋影你又影。O K， 因为我要同佢哋解释啊，究竟呢个系咩嘅情况。哦。所以咧，我就想同你讲，相信大家睇到呢个画面都知道发生咩事啦。阿源嘅 content， 你仲打我等乜嘢？我忽略咗，因为唔可以讲英文嘛。佢头先话嗰个啊，哇，醒目咯、啊！好啦，啊，我啊，对。新嘅頻道咧，就要影影片啦。系啦。
佢平時係用華語噶嘛，我今日睇佢點樣用華語開場。我用廣東咯，係咪先？係啊。哇，好大犧牲喎！廣東好勁啊嘛。嚟開始，你冇俾我捉到你講華語啊！我一巴冚死你。請開始你嘅表現，唔好講英文啊。Hello， 大家好，我系 Dixon 啊。今日 Dixon 系英文 ，Dixon 系英文。我嘅名可以用英文嘅。你可以用，你可以叫 Dixon。Dixon。Dixon。Hello， 大家好，我系 Dixon。今日咧，我哋要影一部戏。OK， 今日咧，呢个 Dixon 咧，佢就要。今日咧，呢个 Dixon 佢就要。被人發現了今天呢、這個迪神他就要拍一個 題材題材這個 是不是叫題材 題材OK 好了現在、他們的影片就拍到一半現在是休息時間因為他們、還在想要怎麼拍你看現在的天氣很陰、啊、就是要好像要落水咁樣，係啊，係好大雨啊！睇嗰幾睇嗰個天係好似要落好大雨咁。你哋睇，你哋睇個天，哇，好陰天啊！誒，有啲雨啦，嗱，濕咗。好啦，而家呢個天陣間就應該會落好大雨啦。然之後，我哋就要影曬Dixon Benny嘅片先。陣間我就會繼續 roll 機，繼續我哋嘅呢個嘢啦。呢個天好靚啊！呢個天係啊，好陰好陰天，但係我唔中意，因為我中意晴天。妖，做咩咁嘅？OK， 在这个等待的期间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东西你等一下你们看到吗 OK， 来小明你帮我拿住 OK， 这个手表店的老板手表店手表手表手表铺的老板啊，佢叫做阿亮，阿亮，系啊，阿亮好。佢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即系硬 plug in 一个广告喺你嘅影片 ，plug in， 硬植入一个啊好短嘅广告喺你嘅影片入边。啊 ，OK， 系咁嘅，我带嘅每一个标，其实都系佢哋嘅店。啊，即系赞助俾我嘅，啊，全部啊，全部系 G-Shock 100% 正版嘅。哦、okay， 如果你哋要买佢哋嘅手表，你哋就可以去嗰、那个Instagram。Yeah，Instagram 应该唔算系英文系咪？呢、這个发音可以，呢、這个可以接受。去个 Instagram 啊，即系去，即系去搵佢哋嘅名字就系、是、UNDG。我可以放喺个 description 嗰度。系啊系啊，诶、唔该，多谢老板赞助，多谢。你冇打我嘅，我讲 description 喎。你自己讲，我就打咯。我好诚实嘅。OK， 佢哋嘅铺头系嗰个系我嘅长期赞助商，即系长期合作，长期合作嘅所以系可以信得过嘅。你哋如果要买，可以直头。找他们买放心如果中呃你找你们找他阿元是你没找过你找到阿亮的老闆阿亮做什么哎怎么样啊吃饱没啊我睡觉了现在哎呦你们不是在说华语的吗我啊我说广东话啊我听到啊冇俾我捉到啊！你哋啊啊！冇俾我捉到啊！閂門閂燈，會瞓覺。熄燈啊！
我隔招你哋啊，你哋瞓啦。早唞，你哋有冇发觉今日嘅阿 wing 好静啊？系好冷静。点解佢咁静呢？因为佢国静。你可唔可以掂下？idea 无聊，是我拍到很无聊。OK， 所以到这边结束了，拜拜。